所。这机场的厕所，每个人都是一个单间。太早了，我们4点钟就到了。这里有那个南湖的，还有 North 66的，但是都没开门，走的时候再来买。今天坐飞机来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小时真的好吓人呢、最后一个小时进入了飞机圈，风贼大，无敌飘，我都要吓出心脏病了。到了冰岛了，先来找吃的。4点钟太早了，好去逛。哇，这边真好多羊毛的耶！我想去买衣服了。在那买了杯咖啡，速溶咖啡，然后现在在排队买这个早餐。点了个 avocado toast， 但有点尴尬的是这 self checkout， 因为这边是登机的那边。所以他需要 boarding pass， 然后我现在就来这个找个人看怎么解决。我们来拿车，他是有人举着牌子在机场接我们，开个 shuttle 过来的。这个水 ，the sparkling lemongrass 的，我像个冲水一样。看这个第一个，哇，有一股硫的味道，那个臭鸡蛋。火山吗？右边。
天啊，这里有好新鲜的羊心啊，好想给宝宝买。我们走在冰岛的路上，又下雨又刮大风，还整个晚上面睡着，特别憔悴，熬夜了一晚上。哦，这个招牌好傻 ，Iceland Hammer。这是我的 Rosé。 Thank you。